菲菲，你的电话是不是响了？喂，没人接。你为什么接电话大家说喂？不知道哎，可能是因为你是我的唯一。哦，不好笑。大家好 ，Hello Chris， 请问谁是你的唯一？谁是我的唯一啊？还挺多的。这么巧？没有。肯定是有的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。很期待你的演出，加油！Yeah.
是我的最初，虽然你是我的最终，虽然你是我的唯一。